左边。是爱无限，爱地球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色系就是，翠玉白菜跟青葱。哎，是的，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打算做一个农产品特辑的搭配，对，然后呼应这个我们爱护自然、爱好地球的这个。对，爱惜就是我们现有的资源，好好的保护地球。对。那因为公司里面有喜事嘛，就是已经有这新人。那两位呢？哦，我们不知道哎。对啊，也是个问号哎。真的？谁知？真的？真的谁知？真的？不知道哎，未来的事情不设限，凡事都有可能。哦哦哦。所以没有比较具体的规划的。我目前没有。嗯。那你一起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不知道。哦，对对对，健识英雄，谢谢谢谢梅芳姐。2017年还是继续拍健识英雄，那目前是还在筹备下一个单元的阶段。可以去那个健身练得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啊，你怎么没有问我2017年有什么计划？哎呦，那你先讲。就是身体赶快好一点。哎，对，因为我今天这个来看到这个大家，我其实有一个那个就有一点点的不适应哦，因为那个对我好久没有，因为生病嘛，哈，又开刀，那我只是希望这个身体能够好一点。那健身怎么样？你觉得他们有 care 吗？哎，你们有 care 我健身怎么样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有。最近呢，就是因为想要赶快把这个体能跟体态恢复到可以付出的状态，哦，因为这个在想说年后要开始上班了，哎，该上班了啊，哦，也休息了快要半年了，那希望2017可以就是这个健健康康，好好的再拼一下事业这样。好啊。